擁有七星級帆船酒店、人工棕櫚島嘅杜拜又有新嘅搞作，將會耗資近10億港元興建全球第一間嘅海底酒店。由設計圖可以睇到，酒店嘅外形成艘太空船咁，分為水面同埋水底兩個部分，中間啦就由長柱相連。由於水底部分係位於水下面10米深嘅地方，住客可以喺酒店房睇到海底珊瑚同埋群魚美景。而房入面啦，仲會配置埋呢一個嘅微型攝影設備，等住客可以近距離咁欣賞海底生物，認真細心。預計房間將會有21間，同埋設有潛水中心以及係酒吧。唔知呢間酒店會唔會成為大家旅行時候最想住嘅地方咧？